So. Hello，我这退房了啊。好好好，退房就不用管了是吧？啊就直接走就行了。那个房卡。房卡给你是吧？把房卡给你是吧？啊，可以。那我就门开着呗。可以。嗯。吹要不要说吹？哪个吹？先拿着。不是就一个包一个锤吗？是，那拿着吧。那我们门就不关了啊。嗯。那是长沙。手机拍个照片，有点亮，看不见。对呀，梅五哥，我们就主打一个随机应变嘛，对吧？本来要去深圳找张姐的，英哥有点生气了，我操！英哥生气了，那我就不去了。老公粉爆炸，哈喽，对，那我也不行啊。我们去隔壁吃吧。行，随便吃点就行了。因为他这里没有煮。啊。没电。随便吃点就行了，因为那个刚起床。你退房了吗？啊？你退房了吗？没有，我直接房卡丢那儿了。我说你就退了，不结啊？你这也拿着。啊？要么就添麻烦的人，反正给我就那个体格出来。好快，好快是吧？嗯。嗯。那个，
那就那个灯就是大哥。就一起啊，下过去来。嗯。东西怎样？很远吗？有十多公里。十多公里。你给阿哥看，你把身体好的。啊？江西。你等下他们怎么？啥江西？去江西吃饭。去江西吃饭。很近的，很近的，两隔壁。你行李放车上，放这里。还是放店里。那到时候还得拐回来是吧？很快啊，十几分钟。都没关系，放车上嘛。我怎么就这个问题呢？都行，都行。放车上行。我再脖子就看。你光着呢，大家。阿爸，你带个这个。那几个年轻人就到你这。啊，先介绍一下。哇，好热，我操！你挨娃子还要打扫卫生，哪个呀？走。好热，还好吧？那那个谁，你们离开国就这么一点行李？哦，回来的时候都寄回去了，哦、不然装不下。贵的，就是买着寄的。我寄给你十个，你打好打的好，过去打。你朝前面。你们走前面吧，面然后来。嗯，好，走。你往那儿去，然后那边怎么做？昨天晚上扫，昨天三点，昨天三点睡了。我走吗？我走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好晒，我操！用我的杆子板，啊？用我的杆子板。嗯。哎，那个，那汝城有车吗？汝城，等一下吧，他没车我送你。那你能？送你到深圳都可以。不，那太远了。现在又去长沙是吧？啊。怎么搞的？都不是说去深圳吗？深圳那个。本来找那个女主播呢，大哥生气了，我都不去了。老公粉。然后那个今天到长沙，今天不下雨，明天开始下。我今天长沙待一天嘛，然后再回郑州吧。明天下一点点，后天再下。嗯，预报了。啊？南方。这段时间都下雨了。你还给我搞钓鱼了？哎，我。我晓得你这里有个 APP， 泰主播，看吗？啊，泰主播，要说这个泰主播。有个水友，怎么了？他我看他很了解，在乐水那边呢。对。这个计划不如变化。那个苗哥，现在这个方向是江西方向是吧？对。啊？啊？啊？你。